喂。喂，孟大哥，我是金山。可以帮我把我的声音放公放吗？我有些话想跟我们的女嘉宾说。好。哎，雪爽您好。你好。你真的很漂亮，很有气质。谢谢。我第一呢，因为其实刚刚我们有男嘉宾，有三个字他要想跟你道歉，因为他用错了词，低价值。其实他想说的，准确的来说，可能是因为他觉得你为什么就当你的前任犯了错，你反而要不停的要去自省，自己在往后退，否定你自己。可能自省呢这个词比较精确一点，所以他很想了解一下，就是你的原生家庭，比方说如果你跟你的前任有矛盾关系，你的母亲是对你会说什么呢？我母亲一般情况下就是会先说，先考虑是不是自己的问题。哦，他就会一直让你先去考虑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，是吧？我确实是这样要求他的，他和别人如果有什么问题，我说是不是你有问题，你先考虑你自己，然后再说别人。你没有权利改变别人，你只有改变自己。因为其实你的条件真的很优秀，我希望你能够更自信起来。谢谢。有些时候我们肯定要自省的，因为每个人都有缺点，但是如果常常别人犯了错，你又不停地问自己哪里做错，你背的壳太重了，你没有办法往前走了。谢谢。我希望你的眼神都可以亮起来，笑容可以真正的灿烂起来，把眼中的苦涩全部抽离掉。真的，好，谢谢，祝福你。说得太好了。我觉得同样的想法，金沙说的就比五号刚才问的要准确得多。